嘉辉店胡会长介绍特聘的非常有经验、经验老道、经验能干的蔡元昌。盖小钟干事，我因为伫花莲，原来无讲国民火药啊参加任何这大活动，但是我顶届哦，我是做理事哦，所以我有一个总干事，就是顶届理事蔡明昌兄哦，我所以聘请伊做我的总干事。谢谢各位，大家用我去。来，安尼，咱请，请迄、那个，请第十五届、第十五届全体理事回座。